在什么？这好累哦。我又不见了。对啊，亲头发，亲头发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 ，OK， 来。害羞、哦。好，来 ，stand by。开始。好干。他叫妈妈不要看，他说他会害羞，他叫妈妈不要看。妈妈，开机。好的。你干嘛鼻孔睁大？一二三，你看那边一起做完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你来看他，你来看他。一二三。
全程热爱这次 MV，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有我在的续集，然后场景其实它也有一些就是刚刚发生完一个灾难，然后或者是一件事情，但是我们都活着，然后活着就要更享受你的生活，享受你的未来，所以我们用这种全程热爱，就是大家用爱去分享所有的一切，然后用快乐，然后去让大家去勇敢的往前走，而不是一直停留在那个时候的悲伤的心情，我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振奋人心的感觉啊。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专辑的主轴啊，不是走的比较悲观，是比较正面的。不只是世界末日，不管你发生任何事情，千万不要去一直钻那件事情。每个人都不希望可以遇到任何的灾害或者天灾，也不想要遇到自己的亲人离你而去。但是，我这样的一个经验，但是我就用我这样的一个心情。找寻自己的快乐，然后去往前走，然后你就会变得更懂得去释怀很多事情。来介绍这个港种。我们走的是比较 old school hip hop， 比较 old school 的那种跳法，然后动作都特别的大，然后也觉得这支舞非常累，然后跳完的表情都是很喘哦，然后。它里面的很多重点就是在副歌，就是那个身体的摇摆，以及加上手部的带动的感觉。然后这支舞是我跟大木老师一起去创造出来的一种感觉。然后为什么会想要用一个old school hip hop 的感觉呢？因为 old school hip hop 是最经典的，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一个方式，然后用这样一个舞蹈，才会让别人觉得这个舞蹈在这一段很嗨，然后很有气氛的感觉。这次 MV 非常开心，就是 Stage 也有一起加入在这一支 MV 里面。然后为什么会选这首歌？我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是 Stage 的主题曲。非常开心的，因为这一套也是我自己的想法啊、然后也是走那种比较电音的感觉，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线条去跑，还蛮有态度，很有感觉，而且它很 old school 的感觉。那因为刚刚 dancer 他们穿起来的，他们觉得哇，好像回到以前哦，然后 old school， 然后参加舞蹈比赛的感觉。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，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非常轻松，因为你穿这个，去运动、散步、带狗溜溜、吃饭、逛街，都能撑得上头面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套衣服。